世界上八个肤色级别中，中国人的肤色深浅在第二个级别，属于肤色较浅的人群。第一级别，欧洲大部分北欧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东欧北部。第二级别，欧洲南部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巴尔干半岛、北亚、东亚、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等。北美土著，非洲北部小部分。第三级别，西亚小部分，伊朗、中国、西藏、缅甸等。第四级别，西亚北非大部分，阿富汗部分，巴基斯坦部分。第5678级别就不说了，大家自己看图。世界肤色深浅分布图，美洲、澳洲以土著为标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